继续要将镜头是来德吉乡，德吉乡伫七月底所举行的社区健康体检活动，总共有961名的民众受检。立卫生局准备要伫9月7日上午的8点，伫德吉高中来发放体检报告，是针对疫情的民众安排有超音波、心电图等检查，并且由专业医疗人员来做诊断性的评估，来协助民众更进一步了解家己的健康状况。嘉义县卫生局今年七月底在德吉乡举行着社区健康体检活动，总共有961名民众受检。而卫生局也将在9月7日礼拜六上午8点，在往德吉高中发放着体检报告，并由专业医疗人员来做诊断，来协助民众更了解家己的健康状况。卫生局表示，9月7日发放第二阶段的体检报告，是邀请大拿主治病院的专科医师现场为乡亲诊断和治疗，也安排着15位卫教师现场提供民众咨询。如果医师评估需要转诊的民众，也将依照个案的意愿协助转介，落实着早期体检、早期治疗的正确观念。这次体检的结果，以骨质密度异常的人数上多，938个人当中，各有604个人异常，另外包括肝指数异常、血糖、慢性疾病等病因，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民众，将会由卫生所人员进行后续的转介、治疗和追踪。新闻大概发的记者采访报道。